玩具 TV 第十八季第九集，哇！頭先玩咗一大輪自肥嘅節目，我哋就冇得肥啦，所以點都好玩一下啲開心嘢。好啦，咁啊一雞兩尾啊，三一呢個係咩？真三一嘛？真三一冇錯。係咁有兩隻色嘅，個盒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咦係喎？咁就個插圖風格一樣啦，咁但係就。呢、这個係咩？個 graphic 係唔同嘅，咁你揸住嗰只咧就係、是哦、漫畫式，係咪動畫式啊？我唔知點叫啦。動畫乜都好啦，動畫式同埋一個金屬式嘅。我揸住呢只呢個盒咧，就係而家已經拎咗出嚟嗰只。我都好啊，起碼唔會話咩金屬式咩色，你喺咩動漫節見嗰啲咁嘅衰嘢。今次淨係出兩個款，你自己中意邊只就揀邊只。咁就睇先啦，我有啲 cut 咗。咁係本地品牌 Free Zero 啦，佢嘅呢個三一萬能盒咧，外形咁我都係嗰句啦，因為我唔玩超級系嘅。你覺得個外形點樣？其實你問我咧，嗱，收咗對翼佢，係我冇投訴嘅。你反而係唔中意對翼啊？但係嗱，你問我對翼嗱，嗰啲我諗轉頭可以慢慢玩啊。嚟，我淨係講個外形啫。外形嚟講，佢即係 Free Zero 用咗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傳譯方法，或者都可以影個 close up 啊，唔該，我哋直接可以介紹件玩具先。係啦，咁我哋一間再爆另外一隻色啦。而家睇咗呢一個，我哋用呢一個嚟睇個外形先。係啦，大家可以見到本身其實佢用咗自己嘅傳譯方法去將真三一俾大家睇嘅，真係影翻只嘢啦。咁你見到本身嗱呢、這個金屬色板啊，外形係比較高挑同埋偏瘦嘅。好老實講，我 buy 嘅呢一個 shape 係，你會見到其實佢就住成個真三一咧，佢嗰、那個新嘅機械線條造型都非常之 sharp 嘅。我唔轉個後面俾大家睇，因為其實前面我都有好多嘢想講。本身你見到其實個頭嘅紋理，我講紋理啊，可能要 zoom 埋少少啦，等下俾少時間 Ricky zoom 埋啲。好 fit。是跟平時大家見到的略有不同，咁加咗一啲情報量啦，咁同埋你見到我打側睇咧，幾有個頭盔嘅感覺嘅，即係前額係好突出，我中意嘅亦都，咁雙眼有神，絕對冇蛇呢，佢係咪凹入去嘅咧？嗰個眼珠。我頭先其實係咁玩一玩，我冇留意。可能而家借助嗰個熒光幕，我哋會睇清楚啲。我爭在咁樣望一望。啱唔啱？真係～我都唔敢講，anyway， 但起碼真係唔會話有豆雞先，希望啲其他即係唔會即係產品都有咁嘅情況，咁啊 fit 啦。咁啊，另外心口或者我叫上半身啦，呢個係我最覺得佢改得最精彩嘅地方。你會見到佢除咗有一啲好精彩嘅即係我留嘅情報量加咗之外咧，你會見到心口嗰個透明件嘅造型。入面用了銀底，而銀底入面你會見到三一爐和一些類似胸骨的地方。看到了。是的，那再加上我動一動條腰吧。三一射線的發射位它都有一個新的傳譯，這個是非常精彩的。我跳一跳去個背脊度，可能要咬翻靜少少，係啊，你冇得輸啊，其實好坦白，佢本身嗰個脊骨嗰個處理咧，又係即係幾有一種魔鬼嘅感覺，所以變咗成件事係即係就住個著色咧，你會見到。金色啦、藍色啦、銀色啦、紅色啦，紅色都有兩種唔同嘅紅色啦。咁變咗撞落去成件事都好靚。同埋佢好有黑啊，就係佢因為嗱三一環合係三隻色嘅啦。咁其實咧呢一個金屬藍咧就喺背脊先有，如果我冇睇錯。係。係啦。唯一嘅地方添啊，唯一嘅地方，即係佢係好呢個係因為佢要致敬翻原著嗰個顏色。咁佢雖然前邊係睇唔到藍色啦，但係後邊咧，你始終有翻嗰個藍色喺度提醒翻你嗰個二號機個位置嘅。係。咁另外本身其實全身咧，你都會見到佢用咗一個金屬綠嘅線條，去將一啲位置做咗一啲分隔。係。可以影埋只腳啊，唔該。低啲啦。係啦，咁見到即係成個造型係非常之出。咁另外嗰啲線條或者啲紋理咧，呢啲刻畫咧，亦都係非常出色嘅。
我自己就好中意佢嗰個銀色嘅全液同埋嗰個舊化嘅效果噶。同埋我另外都想講，你睇翻佢嗰個大髀個線條咧，佢得意咗少見啊！好嘢啊，真係。咁嗱，咁講翻，其實我就唔係太中意紅色上邊嗰啲佢類似刮筆漆嗰個舊化，嗯、因為就嗰個感覺就好覺得係揾筆刮出嚟嗰種感覺，即係唔係咁自然，唔係咁自然，或者我諗範圍好大啊，可以睇翻前邊比較多一啲叫做，我又唔好叫舊化咧，即係叫磨損嘅處理咯，我覺得在鏡頭睇就順眼啲，反而我個人意見咧，本身其實有啲位咧未必需要做啊，直頭係。係咯。即係嗰個刮花嗰啲位，嗰啲位其實幾難刮花，有部分嘅位置，咁但係就變咗即係。我覺得嗰、個刮花嗰個效果，一來咧，其實如果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可唔使用銀色，因為銀色咧就好好明顯啊。唔係。覺得我唔知點解咧，可能我偏見啦。我覺得係好係我哋細路仔第一次玩舊化嘅時候就會做嘅嘢咯，就係攞個銀色，跟住揾個筆乾掃，係啦，咁劈上去嗰種感覺，咁你就好睇到嗰啲好有嗰種筆觸嗰種感覺。我諗其實個膊頭會比較明顯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嗰個紅色上邊嗰個舊化咧，一來可能未必需要用鮮銀色，可能用灰鐵啊深番色少少一啲近乎係。跟 metal 深色嘅咧，那個效果可能會更加有嗰個比例感。咁同埋甩漆嗰個範圍其實可以細翻，即係減半咯。我覺得可以。而家就好似刻意咗少少。咁不過其實如果純粹講個著色咧，撇除咗個漸損咧，我覺得係上乘之作嚟嘅。當然係啦。咁啊好，咁啊或者交俾你玩一玩。Sorry， 我仲講漏咗少少。既然都仲係講緊外形嘅話咧，頭先就讚咗個本身嘅主體啦、嗯。我自己嚟講、啊、，sorry 我真係覺得真衫一對翼咧，嗱，其實橫幅係絕對夠嘅，係夠霸嘅。咁但係只翼咧，你想去三倍啊、哦？三倍嚟到呢度，我覺得就成件事唔同曬。啊，我又 OK 喎，因為我覺得佢成隻嘢都係幼身噶嘛。咁佢可能想成個感覺係有一種好纖瘦嘅 feel。我自己就因為其實佢本身個身體比較纖瘦咧，如果你將個翼做翻大佢咧，你個對比我覺得仲強烈。咁啊，咁但係佢嗰個膠質你見到用咗透即係透明紙咧，好靚。好靚。即係唔好介意，即係呢啲都仲有機會有啲補品嘅話咧，即係出隻大嘢俾我。咁不如你順便講埋嗰個兵器啦。冇錯，咁我哋稍為移開隻 Getter 少少，因為外形始終都係真係繼續講外形。動畫係你武器亦都係屬於外形之一。嗱，當然就咁單睇個 design 咧，絕對係冇挑剔嘅。支嘢亦都老練咁長，啱啊，啱啱好影得曬。成個主幹係金屬。呢一條嘢係金屬嘅。好，咁啊睇翻個比例啦。係有兩把噶。係，咁啊初初就淨係得呢一個三一鎊刀，收尾就好佛心地加埋呢個三一戰斧。咁不過呢把嘢長度我都係冇挑剔嘅，但係把鎊刀你可唔可以做大三倍咧？哦，都係三倍，咁就唔同玩法啦，成件事都唔同埋。好啦。我就覺得是他的風格化的，所以我都很難純粹個人喜好。是的，戰斧 OK 啦，即係我成日講個 size， 要 size 再大啲，當然係對我嚟講係更加好嘅。嗯，但係外形就係一流嘅，有啲雕文真係靚。其實兩把嘢個設計都好正㗎。松一松啊，係啊，同埋佢上邊嗰個舊化嗰個說服力都係好強㗎，同埋即係嗱，你睇下佢深灰鐵色嘅地方就掃咗即係乾掃嗰啲銀色上去啦。咁跟住咧，嗰、那個呢、這個刀鋒嗰啲地方咧，就掃翻黑鐵色上去嘅、嗯，所以舊化都好有心機嘅呢件事。咁啊，鎗刀亦都係啦，反而都係一個武器嘅舊化咧，出色過本體喎。我覺得整體上佢銀色嘅上邊嘅舊化咧係冇嘢可以挑剔嘅，咁係純粹我覺得紅色上邊嘅舊化咧就好覺係。即係個比例好似唔係好啱啊！好為舊化而舊化咯。重手咗啲咯。如果我即係我會覺得好似係我細個時候砌模型嗰個第一次玩舊化就係咁樣掃啲銀色上去咁樣。好咁啊！真係講完外形啦，可以玩下你啊！好啦，咁德哥就爆另外一隻色啦。咁我就講構造啦。嗯。
咁首先個頭部咧，其實佢係雙波裝嘅，可以埋少少。咁就有礙於佢本身嗰個設計，即係本身個外形嘅關係咧。咁其實個頭部咧向後望咧係比較受限制啲嘅，因為佢本身個機設咧後面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個肥肉啊，喺個後尾枕嗰度嘅。咁所以咧個胸部咧就。但因為佢可以，我可以攞張收唔到嘢。但係有佢，因為佢嗰個可以向上或者向下啦，咁變咗你話可唔可以向上望都叫做得啦。但向上望係弱雞啲嘅，咁但係向下啦就冇問題啦。咁再講多次啦，佢係有兩個波裝嘅，即係頸上同埋頸下咧都係波裝嚟嘅。咁所以咧就個頭部咧都唔可以話有咩可以挑剔噶啦。咁跟住去到膊頭咧，咁反而呢度咧，佢係個關節係比較特別少少嘅，因為佢首先咧係有一個呢度有個球形啦。咁呢個都係負責係俾你喐呢度，但係佢呢度咧其實咧就只係得一個軸嘅啫。就因為我成日覺得好似呢度都有個軸咁，但係其實呢度係冇嘅應該。咁所以咧個軸咧其實喺個膊頭夾嘅入邊先至係真正俾你喐手臂嘅地方嚟嘅。即係咧呢個位咧係咁多噶啦，咁同埋咧佢呢一個位咧就比較上嚟講咧係鬆啲咁多嘅，唔係話佢好鬆，但係當佢攞起個兵器嘅時候咧，呢個位就唔係好夠力嘅，咁但係亦都唔阻礙嘅，因為佢呢個位就夠力，咁變咗都影響不大嘅。咁同啱啱嗰只鐵甲盲猴一樣咧，佢呢一個手臂嗰個旋轉咧可以轉咁多啦，而向外咧。是有限制的，咁我就唔知呢個係技術上的問題啦，定係嗰個設計師覺得，因為人體嗰個構造本身都係唔可以，都係轉到咁多啫。你自己試下，我啱自己試過都係啊，原來係喎，原來我都淨係轉到咁多嘅啫。咁啊 ，sorry， 我想吐槽少少咧，我而家啱啱叫做甩緊只動畫式咧，佢嗰個膊頭其實玩嗰陣時候都要小心啲，會撞到本身 gap 喺邊膊喎。咁但係呢個你本身三一文學係咁啊嘛，冇辦法啫，所以玩嗰時候小心啲咯。係啦，咁就跟住手臂嗰、那個嗱，我對正啲先。佢呢度係啦，咁可以喐到咁多啦。咁呢、這個唔需要換件嘅鎗刀咧，都係有可以做到收放兩個形態啦。咁手掌方面咧，佢係俾咗拳頭啦，揸兵器嘅手啦，咁一個咧就係、是、可以影翻呢度 ，sorry， 左右手就每樣即係四隻嘅，咁就分別係拳頭啦、揸兵器嘅手啦，咁一個就係爪手啦，咁一個咧就係、是、一啲擺 pose 嘅造型手啦，五隻手指撐大。咁好啦，問題嚟啦，咁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問題嘅咧，就係佢嗰個拳頭個在你啱其實都見到我甩咗兩次。其實咧，佢就唔係鬆嘅，仲可以話係幾緊嘅添。即係你再插佢嘅時候咧，第一次插咧，你會覺得係好緊嘅。但係問題係咧，佢嗰個波杯咧，即係個手掌入邊個波杯，其實佢做得就比較淺少少嘅。咁變咗咧，雖然你掹插嘅時候咧，你係都需要用力，佢做得係好 fit。但係咧，如果你係咁樣咬到佢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甩出嚟嘅。咁一間想嘗試攞兵器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呢一個係一個幾呢一隻玩具。僅有嘅一兩個缺點啦，我覺得就係佢雖然佢靠個波栽，佢已經教到好緊，但係緊極咧都係敵唔過地心吸力，因為你嗰個兵器係好重手嘅關係，咁係有少少可惜嘅。所以我而家唔揸個兵器住，因為係其實都可能俾我玩鬆咗呢只，因為我都揸住喺手兩日。咁啊腰個喐動方面咧，咁佢呢一隻咧嗱，比起啱啱嗰只鐵甲盲俠咧，呢一隻咧揸好遠啊，係啦，呢只就你基本上點扭都得啊，係啦，而且咧佢咧竟然咧係有兩個旋轉嘅，即係個胸同腰啦。腰和下盤咧都係有旋轉的，同埋因為是用波杯的關係咧，亦都可以前後左右咁樣扭，變咗兩節。兩節㗎，所以係扭到好多，而且個動作係好自然嘅，好似而家呢個動作咁樣啦，做到嗰啲即係咬翻上嚟嗰啲勁氣勢嗰啲，嗱你睇呢個動作。我諗起北斗之拳，好Q有型嘅，真係好有型，好有型。呢個腰係好有型嘅。咁、那、嗰個底褲邊咧個設計咧，同啱啱嗰只鐵甲盲猴咧係一模一樣嘅，都係喺個後盤呢度係兩個波栽咁樣。咁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即係一模一樣。係啊，係一模一樣㗎。
不過佢呢個就一早即係你拎咗盒就已經裝好咗㗎啦。咁大髀方面咧，咁成隻嘢嗰、那個個鬆緊度係非常正嘅，攞上手係比適中再緊啲咁多，咁係攞上手嗰個都算係適中嘅，係啦，比適中更好少少，好過適中。咁攞上手個扭嘅時候，個感覺咧係非常非常之好。好啦，咁大髀嘅旋轉咧，亦都係有咁樣限度啦，向前係咁多，就唔算好多，咁啊夠擺 pose 啦。咁、那個留意翻啦，嗰、那個膝頭哥入邊嗰啲內扣咧，都係好醒神下嘅。咁同埋我覺得呢只同啱啱嗰只鐵甲男嘅比咧，我因為今晚係呢兩隻合金啦，我攞嚟比啦。佢咧就你會摸到合金啦。嗯。成隻嘢你會，我諗你摸上手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好明顯係摸到嗰種合金嘅感覺。不過頭先嗰只 Messenger Zero 佢其實合金就真係喺翻個骨架嗰度，應該係重手就外夾就全部都係 ABS 嚟。係啊，咁但係你話重手就兩隻都咁重啦。咁你睇翻個好有型嗰個膝頭哥下邊嗰個構造啦，呢、這個靚！你見到啲喉管都好鬼精細，係啊，同埋後邊有啲即係高達風咧，你見到一啲即係排氣口喎，呢一、這個我又好中意。其實講真，呢只嘢攞上手係愛不釋手嘅，我真係覺得。咁去到國產啦，幾時出貨啊？唔知喎，我諗都係呢幾日㗎啦，即係嚟到我哋手都係差唔多㗎啦。咁、那個腳踭個可動咧，佢係有少少拉出關節，唔多。大概幾 mm， 咁啊見到啦，幾 mm 差好遠，都差好遠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嗰個貼地嗰個可動性咧，可以好啲。呢個係我第二個半投訴啦。我完全同意，因為其實就住佢個，我覺得其實就真係同佢個腳板嗰、那個嗰、那個設計有關嘅，所以變咗你擺喺地下擺 pose 壓馬比咧，你個感覺係唔係好貼地？你點 set 你都唔係好貼地。因為佢本身個腳掌細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嗰個設計咧。係個設計係咁。佢係即係去咗一種美型，即係長腿而個腳掌比較細嘅。咁但係你話夠唔夠玩啊？你見到係其實係夠嘅，即係。如果再多翻啲咁堆咧，就會更加可以擘大啲咯個鼻。我想搶一搶個鏡頭影影呢邊。咁其實當然啦，就住嗰個平衡同埋嗰個腳掌嘅大細，你都唔使太擔心。佢一樣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動作嘅。咁大家都可以見翻嗱，而家就可以望到本身呢一個動畫式，即係簡單啲講雅式版嗰個分別啦。咁其實佢都唔係話全個都雅式嘅，其實就住嗰個色系嚟講咧，佢個膊頭啦，同埋佢個膝頭哥都係用翻金屬色，另外全身都會用咗一個偏雅嘅卡拉通嘅，咁變咗同金屬色嗰個分別其實。如果你喺呢一個熒光幕睇咧，未必有好大分別，但係你真係揸上手玩咧，就會覺得完全係兩碼子嘅事。咁同樣地，就住呢一個動畫版式，雖然係雅色，你會見到佢啲舊化咧，都係同呢一個金屬色一樣，用翻銀色去做一個類似乾燥嘅情況嘅。咁跟住我又再繼續俾翻你介紹佢啲可動性啦。好啦，咁其實個 body 可動性咧都差唔多啦。咁仲有對翼啦。咁大家可能啱都留意到啦，佢呢度係有一個少少嘅伸展嘅旋轉位啦。佢其實本身隻翼都好多幾唔同嘅關節位。係啊，因為嗱，佢可以咁樣啦。係啊，左右啦，上下啦，呢度有少少旋轉位嘅。側跟有上下啦。所以你係可以擺到好多形態嘅角度啦。咁同埋佢係好嗰個鬆緊度係好 fit 嘅。好夠緊啊！隻翼一啲都唔會話，即係好怕嗰啲背包會跌，好容易跌。咁佢呢一對翼嗰、那個，因為其實你知唔知驚？你知唔驚佢斷就唔會驚佢甩？佢呢個位佢都係合金件嚟㗎，雖然但係對翼係膠㗎啦。咁如果我冇呢、這個，我又唔係好肯定嗰、那個你見到銀色嗰啲邊咧，佢係係咪用？佢好似係用鐵片再夾住嗰塊透明膠片，係，所以望落去個感覺好嗱，我唔係好肯定啦，呢、這個我真係唔係好肯定，但我感覺上佢係好似，總言之佢係夠硬淨啦，佢唔係啤，佢唔係喺個透明紙嗰度加上銀色嘅，佢好似係另外加件件上去嘅，如果我冇摸錯的話，咁同埋呢一個關節咧，亦都係好實淨嘅合金關節嚟嘅，咁所以咧對翼係好夠玩同埋好硬淨，呢、這個係估唔到佢會咁樣做法，所以佢呢、这、一個地方對翼咧，其實佢，我覺得佢俾咗好好嘅心機嘅，佢有好諗過點樣先至能夠做到係最
平衡翻成件事。係啦，最平衡就唔會話去到啊隻合金就好硬淨，跟住去到隻翼咧就輕飄飄咁，絕對唔係。咁啊對翼都係好硬淨嘅。好啊，咁啊啱啱唯一一個我話即係我自己覺得件呢個成件事，我覺得有一個即係缺點咧，就係嗰個拳頭個波裝係比較易甩啦。咁其實就未至於話去到完全唔實淨嘅。咁但係因為呢件嘢真係咁重啊，因為呢把嘢成把嘢都係金屬咧。咁變咗如果你嗰個角度係令到佢前面向猛咁樣跌落嚟的話咧，佢係會咬到咧，就會容易成塊嘢。我啱啱試過係跌過幾次。咁呢個係真係美中不足，我覺得希望有關方面嘅團隊咧，下次試下喺個要攞兵器嗰、那個嗰、那個手腕嗰度咧，去諗下有冇其他嘅解決方法。佢有個優點，亦都係缺點咧，就係、是、本身嗰啲武器係金屬，所以好重。係啊，因為你啲支咁長嘅嘢，如果你用膠咧，又真係係會好化學，即係你會驚斷咯，同埋攣咯。我不敢說，因為其實之前譬如說牙狼的系列呢，我都不是那麼喜歡他用金屬去做兵器，因為真的拎不到，所以變了，當然如果他能夠改善手腕那個杯那個 engineering 那些那個數計更加準呢，那整件事就不同了，那最理想可能要真的想過。我真的不知道，我這個說就容易，自己又不是真的設計師，又不是工程師，即我是純粹以一個去到我手上了，擘大口即是泛濫張口的感覺呢，我覺得件事呢是很正的，是所以當這個在衰在一個這個位置呢，又是有點浪費，是有點可惜的。那不知道有沒有另外一個方法去代替，即因為我少少覺得呢，去到這個這麼重的兵器這麼長的時候呢，波裝可能是解決不到這件事，可能要想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即是類似真的 bandow或者千隻鏈嗰個手腕嘅設計，即可能係咯，係一個直插嘅，有一個類似少少冬菇位，同埋要長少少，而嗰、那個嗰、那個唔係一個波裝咯，亦都轉得嘅。要諗下橫軸，講得比較多，不過 anyway， 即係橫軸轉咧，嗰啲如果揸重兵器，亦都有機會會掉翻落嚟。anyway， 我哋玩就易啊，真係到期時就交翻俾Engineering 的朋友自己再想一想啦。總言之咧，呢只嘢咧，其實有啲觀眾都講咗啦，我哋唔識講太多啦。係以我所知個價錢係10或者11咁上下嘅，11XX， 10XX 或者11XX咁，冇嘢好講。呢個價錢我冇嘢好講。反而剩翻咧，我覺得可以即係鬆翻近少少兩件嘢，咁啊可以見翻本身金屬色同埋呢一個。瓦色本身就住嗰個處理同埋個外觀嘅分別，有錢嘅你咪兩隻買曬咯。哦，現場舉手，我係金屬色。我玩落去其實我係金屬色，不過我想講，如果真係有啲驗屍官咧，好似我呢啲咁咧，你買翻呢一隻色啦，白色。係啦，我拉翻遠少少，俾個手指可以望翻呢只。驗屍官我誠意推介，因為本身佢成隻嘢包括個頭咧都有好多花紋，其實呢一隻都有 set 嘅，但係因為本身個頭比較花咧，掩蓋咗，咁但係當然你逃過我法眼啦。呢位朋友，扎基朋友，金屬色，金屬色，導演朋友，原色，白色，專家朋友，專家朋友原色，好啦，二比二。我是金屬色的，但是如果是驗屍官，我建議你買回原色。好了，那就是這隻東西，如果你是三一迷樣東西來說，我覺得整體來說是超值的。那有些那麼多缺點就是這裡手腕咯，手腕咯，想想腳掌怎麼貼地性咯，其實是夠了的，但如果再多一點就前後再多一點就，因為現在你向啊，不要說你當向前都是有腳趾的，其實腳趾就未必幫到很多，但是即係有呢一個腳掌嘅少少嘅，咁就我另外自己就純粹就住個外形，我真係想佢啲翼啊、武器啊大抽啲，咁就最正，咁就 perfect 啦。好，完，差唔多啦，咁就下一 part 啦。冇錯，今集玩咗咁多先，轉頭見。轉頭見。邊只啊？嚇？有邊只？有一個 SHF 一隻拉打，一個 robot 玩嘅吉吉。